啊，其他边些所在，我相信地龙观遐侪啊，咧吼，五红路，啊，佫是中油，啊，佫是中山镇，哦，这都等于咱的咱的师傅，或者讲咱的老师教练吼，在安怎合作，我就知影了吼。那迄个，其实今仔日来西讲是陈立峰老师吼，已经即个六十岁以后，啊，以前要甲拜托伊出来做一寡工作吼，总是安尼啊，安尼三请四请是困难，啊，即个总算有即个机会，伊家己主动讲，所以即是我感觉咱一定有相当精彩的即过程。啊，即片面吼，不止啊侪来宾啊吼。啊，其实是我台湾来讲一点仔机会来同大家分享下。上重要的是，咱知影日本发生这个福岛事件之后啊，啊，日本这个其实很多人在反核，这个反核的事情啊大增。那其中啊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是做其他的，啊，他竟然跑到嘉义住了好几个月。那这个叫婉之。在后面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邀请他来讲几句话？我是第三个，他来嘉义来台湾的目的，是希望让很多人知道，他其实看到的都不公义、不公正，然后资讯不透明，而且日本啊，整个资讯都包起来。啊，我们有安排他特别到后面说，在八月二十几号的时候有一场专题演讲。啊，你是几个亲爱的怕讲情况，要打个招呼吗？希望让我们热场一下，整场会不会爆满就看你了。那可能又需要换或者什么。好，那其他的南部长有南部有四大天王，一个天王李根正，一个姚向定，姚喜欢台风天姚向定，文化方面嘛，属于我们文脉啦。台北绿色方面是当然为着迄个海洋音乐节来做，微团只阿哩唱，阿不哩红街，唔遐来处理善后，但是阿肯定阿个来一个天王，这叫做蔡家呀。咱上话版本，过去吼，咱不知啦，很多方式话上啥名就是，啊，迄种是拄着百姓大家会理解。啊，甚至他们要去游说，然后要应变整个政府这样哦，所以伊起码都有几只不公不义，然后最后赢了吼，啊，所以我想，尤其未来可能起码开始嘛咧，请请一场反核运动，啊，咱是不是啊，反核运动，咱是不是来请伊来讲几句话，好不好？就像大家恭喜他咧，刚好一次大家聚会啦。我心里说有这一场的那个贝尔成立大会，我想说我应该来参加，因为我们彰化都还没有成立嘛，所以这次回去我就彰化就要动起来了。我想这是一个很好检验公民社会的一次机会。公投虽然我说啊，你要公投门槛很高，就是要门槛很高才能够展现公民的力量，告诉政府说你这样做的决策是不对的。我们过去没有权力，没有机会来被合适，那现在刚好有这样的最好的机缘，所以我们这次真的要去站出来。那现在很多政党，其实我没有任何政党倾向，我都说哦，你就是民进党，你就是偏绿的，没有，民进党做的不对事情，国民党做的不对事情，我们公民的力量就是要出来，告诉说你们不对，所以不要用意识形态来看的，所以其实应该要好好的透过这次机会。把公投票吹出来，建立大家说这个叫做真正的民主，不是选举那天去投票，那个叫民主，那天叫一天的民主，其他的是奴隶。因为你选的票投出去以后，我们几乎很难再去影响我们的政治人物，所以透过公投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。如果这次公投和四公投真的把票吹出来，下一次的公投会是什么？统独公投。到时候就可以提出到底台湾独立，如果透过核四公投，我们真的成功的把公民的力量吹出来，下一次就有可能是统独公投。这就是告诉国际社会说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台湾的人民是有权利决定它的未来。就像我们当时反国王石化一样，大家都认为我们都快输了，可是我们展现公民的力量，让马英九总统必须面对面临人民的声音，最后还是终结掉。
所以过去有很多小的失败，慢慢的一直累积，就会滚出一个大成功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通过这次的施工桶，我们可以把人民的力量展现出来，那下一次台湾人民才有权利，才有资格去决定我们的未来。如果这次的施工桶大家票都投不出来，出来参与的人很少，我想台湾真的没有救了。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，大家努力站出来，谢谢大家。讲话环保联盟真正是不行哦，环保联盟内底是真巧的，上巧的哦，可能看起来就知影哦。啊，这个其实有些辛苦，尤其是海边，你知影，甲伊面对着讨海人，啊，大家拢真高兴。啊，但是拄着家己的所在要开发，啊，别安怎？大家伊伫个时代，新的发展，新的生活品质来改善，但是煞却来进入甲扭曲变作一种。工业的一种可能啦吼，啊好佳哉，伊动了来，但是动了来了后，代志要结束的，我看实话停了后，佫较侪物件一直一直，哦新的建设案，新的工业区的发展案，新的一、這个甚至伊遐嘛，即卖迄个占边工业区的代志嘛，不了了掉，所以侪侪代志一直要发生，所以代志毋是伊哩，结运动成功了后停。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我老人在检讨的，何时公投就算没赢，不是就算了，但是越来越多，何一何二何三都愿意啊，跟最多何微了的事情也要解决了，再来国家的新的能源转化这方面，现在能源政策嘛，所以危机啊，那个鸟类的管理，是这个时期不要连环这个大湖哦，即、这个农地征收案例话，伊先来做一个叫做宏观，再来管理管理，哦，即、这个管理的即所在款封闭花店，先封闭花店，伊款风车，做大型的花店车子，迄、那个风车声音，哦，介大声，暗时到时啊，全部我都去，然后平时我都理解，你为其他做体验到时听，你就较知影。咱台湾的发展呢，诶，能源是一种。大型的，一直是用大型来取代大型的。啊，其实咱应该当发展较侪细型的发展，甚至是真侪折冲，还有真侪多功能载体。这上侪这，搁出侪代志咱讨论吼。所以嘛，今年呢，啊，咱一届今年呢特别咧成立一个废核行动联盟。这个联盟呢成立了后啊。其实我们开几届会，啊，即、这个成立了后，你讲讲会当透过今仔日，就请出搁较侪人来加入。咱若礼拜二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搁刷的两工后的，两工后拜二啊吼，即、哦这个拜二的暗时，迄种七点是红叶书房，不过爆满的话，咱再搁刷所在啊。迄、这个七点是红叶书房，是汇合联盟的开会，欢迎大家咱过来参加一届一下的吼。你那盖水两亿的广告，到现在都在变成广告，阿红太有促销了吧？是，好，因为啊，讲一个今仔上关键的事情，你要知今仔是日子，今仔是七月三日，是十九年前的今仔日的1994年。七月十二号，林义雄先生，就是咱台湾过去咱政治界咱真尊重的政治人物林义雄，伊迄当时发起一件代志，就是因为迄个时期拄好立法院通过7亿的合适预算，迄当时真困难啊，包围就蛮无效啊，所以我代表从七月十二号做一件代志。招真侪环保界前辈者，吼，政治界前辈者，伊做一件禁止违约条款，诶，一个只要咧针对一个合适议题啊，咧做一个非暴力的行为，希望大家会当来发现，是安怎是由迄内底伊番，迄个国叫做民主化伊番，咧通强制的通过一个合适。新鲜啊！一枪毙七五人，十九年前，所以迄当时，我去，即个希望台湾人应该家己做主了，
希望家己来表达声音，反对其中大老大的政策，或者表达这一种政策的关怀，表达声音的人民民来做主。所以拢是我去叫做坚持公道。嘛后来啊，成立了当过一年，吼，1995年就成立了坚持公道促进会，所以过来就开始带落来做抗议运动。啊，这是19年，19年后的今仔日，真拄啊好，去拄着阮这个白鸟王老师啊，嘛失踪几啊年。几啊年前，伊成立着这个建立大学吼，啊，内底有一个生态所，几乎拢伊命名无款。啊，后来就开始去环游世界去看一寡这个状况啦吼。啊，了后到今年伊讲伊满60岁啦，伊看到3月初到真侪少年人徛出来欢迎，伊感觉这是一个机会，而且伊拄着一个机会，就是看到。李焕英即马开始咧查往一个乌克兰，都为啥啊？即个地处临时会，乌克兰通过核心公道的意义啊。不管咧通过还是未通过，多数的台湾人，多数的台湾社团，大部分拢咧等待，等待什么？等待到底会过？等待有时间政治人物来讲，来开始来发动，来应该去投票。甚至最侪人认为是异地上都唔对啊，异地设计，甚至嘛有真侪人认为人家爱地是爱地名，甚至嘛真侪人听到认同，咱都爱参与就好啊，也是认为爱好听个地名。所以实际过程内底，啊，即、這个陈立峰教授伊就啥啥代志，爱做观念，就是大家认为地名，咱咧爱做。无咧报名诶，台湾诶政治运动，台湾诶人民运动，台湾诶人间社会，咱诶发展，毋捌咧等本年诶时阵结束，就是因为咱爱做出互政府会听命，互咱政政府会倾向，然后他才跟你做啊，才跟你行。所以认为啊，你60岁啊，毛在要做啥物代志，爱着感觉读这件代志。伊要出来去，啊，就通知阮遮啦，讲要爱来处理一下。啊，所以当时就决定讲，因为迄阵感觉伊唔出名，所以伊定即个7月30号。因为台湾每一个所在，爱当拢收留一寡，透过伊演讲招一寡人，啊，遮人就变做类似咱的家己民间的文化环境的调和。啊，伊讲吼，伊等下可能我会再宣布。伊10月初走啊，去做一件真冲动的工作，但这件工作绝对毋是19年前迄种一直考验，嘛毋是经过19年的转变，台湾社会有无共的社会困难，有咱民间的社会团体，吼，咱最侪的人的支持，所以用一寡特色含无共款的方法。啊，经过媒体，经过一寡战略啦吼，战略，啊了后，伊家己招一个人为即个公安寮核市场开始考虑倒倒行，啊伊是淡薄心，啊了后为西部地区吼、哦，就是要抢名，啊希望伊即个运动一行完，可能一定是1月1号，啊无就12月25。起码我是来讲，已经10月初走，叫做国庆纪念日，这是政治日子。已经12月25，做一个结束，也是个政治日子。啊，如果到下一个春1月初，嘛是政治日子。所以，特别过年内底，伊会有真无同的一个啊运动啦吼。啊，陈立峰教授来到现场嘛吼，还是了解掌声。所以，我重新再带你，麻烦恭喜嘛！啊，透过今仔个这场演讲，啊，希望咱不是单单靠政党来带领台湾，咱是这场演讲团，伊应该有相当的意志，有坚定的意志，本来就是行动的开始。
来，每一个人拢会来做一挂代志，不管你是听完演讲了后要走的西装底鞋，也是来做媒体工作，咱独立媒体，每一个人拢能做，甚至咱每一个在地来演讲，嘛拢会使，甚至伊因为这场运动内，咱有百万人出来，咱一个人影响到位来，啊，咱就到百万人出来报名，虽然讲会过关。所以一定也是有关的，所以这场运动有相当大的意义和挑战。十九年前，林立荣做遮尔大的挑战，去禁止要听讲经过两天，十万人甲签名。十九年后，今仔日咱应该能够做全新的训练，但是咱当做无同款的运动，而且意义的运动要到变开吼，我想咱就等下慢慢来听。代表老师伊伫人感觉的说，伊其实几廿年无遐尼大型，无遐尼主动，无遐尼积极，算无讲来哦，我来出车的。较早哦，伊拢是互阮三车四车车都听出来，哦，尤其是甲爸爸同在时阵，伊才出来咱迄个高山古社附近的哦，讲伊讲过一届，啊，有压力以外，确实。啊，即届啊，真正因为啊，伊搁刷了伊的这个人生有一定运动，有一定挑战哦。啊，咱今个搁来一掌声好不好？